本节目由智能识别对话场景绝对不可以说错话的 QQ 输入法赞助播出。就算不小心在和我女神开黑的时候输入 GAMB， 也只会识别出给你买包。你是否想听到不一样的美妙歌声？是否想看到像这样的优美舞蹈？微信关注启小点剑，汇集最新最好玩的八卦资讯，带你领略不一样的主播圈。没时间解释了，赶快上车吧！下班休息看直播，放学回家学操作，错过精彩怎么破？我来帮你放重播。欢迎收看由乔点出品的《主播真会玩》。巨魔时间到了！怎么了？他难道还想杀你？彪！哎，我感觉你送的呀。他原来没用大招，他不会来波打字吧？这时候最怕的就是执掌二。哎呀，来不及！我就说他不会来波打字吧，兄弟，你这不行。来不及，如果是我，绝对看不到这太声音。没收光机，带过去了。飞过去把那个另外一件暴击幻影之舞做出来，然后我算一下伤害。我们平均落地秒的伤害的话大概是这么高，1800多。我们刚钱是不够的，顺便等一下钱。80%，我雷霆的伤害没有算，跟他的护甲给抵消了，护 AD 没有出护甲了，伤害还是满额打出来的。这个 AD 其实我 Q 下来就死了，我感觉暴击概率这么高。38的一个护甲穿透，他这边打的，俺知道该怎么做，将他们冲。这个没蓝了，别打我！救一下！你他妈的这都能去空，二连不就死了吗？我没蓝呢，我日你哥，我才90点蓝。你走远一点，你死远一点！哎呦我操，他妈还杀我！我操，我日你亲哥！我操。
兄弟等你很久了，宝贝儿，你死了，我想跑了，好吗？我操，安妮！哈哈哈！哈塞！哈塞！哈哈哎，没打着，没打着！哎，没打着，没打着！哎，我操，出来了！我操 ！Baby！ 我操！我傻逼了，我出来了！哎呦，那个时候我的诺手是怎么玩的？最重要的是，首先要把音乐关掉，然后过来。轰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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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轰，好了。查房。那个鬼孙儿！啊，快跑！打不过了，我浪死了。我很丑。是的。哎，冷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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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刚刚感觉你这一声是来自于心底的那种呐喊。我只是在唱歌，你他妈别瞎鸡巴说，兄弟。我很丑。对的。出大事了，出大事了。我们后面这个杀了，Double kill！ 杀杀杀 ！Triple kill！ 杀五杀有没有 ？One kill！ 五杀！五杀！好有威！五杀！五杀！求你了！我走得很快，我移动速度很快。给我这个头，不着急我绕后了。不着急，别没我被动别。哎呀！哎呀！这他妈的棒棒糖！哇，好强！什么？有点伤。哎，这个武伤好他妈伤啊！像吃了屎一样难受。打个游戏就很生气了，怎么连输入法也针对我？你还在为输入法兼容性而烦恼？使用 QQ 输入法，让你单身二十年的手速得以发挥。还有最人性的词库安装，一键输入更高效。轻松交流，一切尽在 QQ 输入法。大家好，我是琼哥，又到了主播钟慧玩的互动环节。首先，这位是来自 A 站的心跳怪我喽。如果可以，我希望开头是三哥的脱衣舞。等等，你们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赞人家可爱了些，赞人家可是十足的女孩子哟。你们不喜欢女孩子吧？接下来是来自 B 站的长喵。如果是我们这种 B 站的小主播，能上主播真会玩吗？之前我们也一再强调，视频素材的审核标准是够不够搞笑，而不是大主播还是小主播。希望大家都踊跃投稿哦。最后一位是来自腾讯的莫西。旗下店，你下不下得你为么是没得女朋友？因为你没得脸。讲道理，是因为露脸了才没有女朋友的吧？老板，你听我解释，是导演让我这么回的。好久没给你们唱歌了，唱首歌吧。想了一下，普通迪斯科吗？你们确定是普通迪斯科吗？好吧。前两天在成都的时候，也出去 K 了一下歌。感觉找到了一些跟音乐的共鸣。在这普通的一天，我穿着普通的鞋，很普通的走在这普通的街后，也掏出普通的耳机，找点普通的感觉，来一首我最爱的普通音乐。不唱了，不唱了，不唱了，挺感动的。没有那种麦克风，知道吗？没有那种麦克风。
就那种很屌的麦克风，有那种麦克风唱出来也好听。神力敏，去粉丝群问一下，那种最他妈屌的麦克风给我搞一个王者麦克风。推荐一首跳舞的音乐。哎，迈克杰克逊的我要，杰克逊的，快点。杰克逊的很屌的那首叫什么 ？Beat it。等一下，换点着装。准备啊！不动，什么时候开始动的？就现在。哎，我操！哎，不行，太鸡巴羞耻了，不行。哎，我操！好好吃。